哎，小雅，你这是要去哪里啊？你回来刚好，我这就向你道别了。道别？难道你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吗？这么多年我已经受够你了，不想在这里跟你过穷日子了。他已经创业回来了，我已经答应他回到他身边了。想不到到最后你还是选择了他。我就不跟你多说了，再见，你多保重。今天玩得开心吗？开心。那好，那下次啊，爸爸再带你去玩，好不好？嗯，一玩为定，拉钩。乐乐，你先去那个房间里面玩一会儿吧。你来干什么？8年了，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？家里还是这么穷，我今天来呢，是想告诉你件事情。你自己看一看吧。这件事情，我一直都知道。你一直都知道？那你明明知道他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当初为什么没有揭穿我呀？我走的时候为什么不让我带着他去找他的亲生父亲呢？还把他照顾得这么好。我把他照顾得这么好是因为当初你是我老婆，他是你儿子，自然也是我儿子。没有让你把他带走，那是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只认钱不认情的人，而乐乐的亲生父亲更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。他是我的心头肉，你让我怎么放心把他交给你？那现在不用你照顾了呀，孩子他爸现在条件很好，让我接他回去过好日子呗。凭什么？乐乐他是我一手带大的，虽然我没有钱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让他受过半点委屈。我告诉你，你想接他走想都别想。你别搞笑了，乐乐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你有什么资格把他留在身边啊？你可别忘了，你只是生了他，而我才是真正养了他的人。那我现在不是接他回去了吗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，生娘没有养娘大，你想把她接走我想是不可能的。她不会跟你走的。你不是我的爸爸，我要跟我的妈妈去找我的亲爸爸。妈妈，我们走。乐乐，我们走。走吧。丢下你，根本就不是我的妈妈。乐乐，你怎么了？你刚才不是这样子的呀。你觉得你配做我的妈妈吗？我跟你走是因为我的爸爸一个人太累了。爸爸他乐乐，我的乖儿子，留在爸爸身边，爸爸不累，只要你和爸爸在一起，不要走，行吗？你走吧，乐乐他是不会和你走的。我跟乐乐的父子情，远胜于你们的血缘情。你走吧。老公，你看这是我给你买的耳机怎么样？这可是好的，可贵了。可以啊，谢谢老婆。等过两天啊天气好一点，我上步行街去给你买套衣服。你裤子想要什么样的？想要直筒的还是？你别考虑我了，
你自己去买两件吧。我衣服啊多的是，这不是春天了吗？你衣服也不多，想给你买套衣服。行吧，等闲了咱们两个去逛一下。妈，小凯在家呢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我过来看看你们，给你们送点菜来的。妈，快来坐。快坐吧，妈。你们两个今天没上班啊？没上班，今天休假呢。妈，你冷不冷啊？我不冷。妈，你说你那么远跑过来干嘛？还拿那么多菜，我们这里什么买不到啊？我知道这些东西你们不稀罕，也值不了什么钱，但是妈就是忍不住想给你们送点。主要原因是想你们了，想过来看看你们。妈，你说你想我们，给我们打个电话，我们就回去，是吧？你说你大老远跑过来的，也挺累的，是吧？你说你们都在上班，我一个人在家也没事，所以就过来看看你们，多好，对吧？行，那你这次过来就在家里多住几天。是啊，妈，多住几天。妈哪能住下呢？家里啊还有些手上活呢，我要回去。也是哦，随您吧。你们两个好久没吃妈做的饭了吧？是啊。是啊。那行，那妈去给你们做饭，你们在这歇着。行，妈，辛苦你了。我一会儿去给你帮忙。我自己就行了，你们俩在这里说会话。好。怎么了？你有什么悄悄话要对我说？你看妈，大老远从家里跑到这，就送这点东西，城里什么买不到啊？你看这菜，都被虫子咬了，都是虫眼，能吃吗？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这些菜总比买的好吧？那些菜都是打过农药的，这些菜都是我妈自己种的。再说了，我妈过来就是想来看看咱们的，这送菜啊都不是最重要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什么好看的呀？小凯，家里没盐了，我出去买包盐。妈，要不我去吧。你在家里吧，外面冷，我去吧。那我去把菜洗了。妈，我没事，我去买盐了。老公，忙完了。嗯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啊？你看，咱妈都已经走了那么多天了，那天她来的时候你那样说话，她心里肯定不好受。是啊，那怎么办啊？我说你，以后咱妈来的时候说话注意点，大老远的跑过来，她也不容易，是吧？我知道错了，老公。要不这样吧，咱妈去收拾一下，拿点东西啊，去看咱妈去。行。那现在我们就赶快去收拾吧，收拾好了我们赶紧去。妈。妈。哎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不是想你了吗？回来看看你。好好好，妈高兴啊，来不及呢。妈，我们那么久没回来，这家里面也没什么变化。能有什么变化？你看这前面院子落的全是叶子，等下次回来的时候啊，我们把这房子好好整理一下。好好好。妈，你看你上次上我们那也不打声招呼就走了，我心里面啊挺愧疚的。说什么呢，那是家里有事，我就先回来了。其实我知道我上次说那些话你都听到了，妈你可别往心里去啊。说什么呢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怎么会往心里去呢，傻媳妇。那就行，谢谢妈。妈，今天我们回来还想吃你做的饭呢。想吃什么？吃鱼吗？那我去街上买两条鱼，还顺便买点排骨。行。行。我们两个陪你一起去吧，走吧。